阿不要阿姆丹在，我为了新闻的那方阿姆丹在，爱是不带的，爱是不带的不。我叫阿姆丹在，阿三三的小爱现在就做群主流化，阿三路阿姆丹在，米文说那阿姆丹在，贝拉的他的阿姆丹在，新罗红国的走数，就阿祖带现在护照带现在国家多，这种买阿姆丹在，买了外面带现在红国。 哎，你们说买一只，哎，是阿姆丹只，外面那一只外国国家，中国的暖了哦。我说了，阿姆丹只，那说低头的只阿姆丹只，外面的中文和阿姆的，哎，是不的，等下就不行了。现在，哎，个用国内不？阿丁是买单的，我说阿姆丹只，对不？对，现在国家语言法，我说买一只，哎，没我讲阿姆丹只，文革的那部外交部，是阿姆丹只修正，哎，现在规定修改规定的那部。 啊，富士阿姆的买着，到你带现在就国家的语言，买的现在不都不开啊，不那人家原住民的那不，得说，阿次买米带现在还是不的以后，白了买米带人家红果树和下达说护照。某些那现在柜台和阿姆的人家办护照，就伊米带现在不是那现在多给他那步骤。 俺们都没做，我是说，明年俺们等着没得，没不是人家一个建造红国，完了之后，俺们就一面在现在对外面的中文和翻译机上等着红国，因为这，这咱们等着没得，而且得到的现在，而且红国和俺们的不是那里，对不？对现在就国家语言发展法和咱们的计划，因为外交部你们说八月九日，是咱们的正式说俺们的修正公布。 诶，现在护照条例实施细则，买着就好像现在，移民的现在就好像现在国家，阿富上等着就外部多，我看啊，我原住民慢慢就进在诶，第二次等着外面的么买着后，得到大红国说下带现在护照。有关于护照外文姓名的规范部分，由国语读音。 它修正成为国家语言读音，那一般比较泛指的大概就是所谓的闽南语、客语、原住民语这些。原来那时候，那领悟区，我也就阿姆丹在做暖了吧开放，也是护照肉，阿姆丹在外面的现在就没这么现在就我也好啊，不是那里。特别来的就，因为阿姆丹现在没问说，就没阿姆丹在多给去就，没外面的现在可能原住民去做。 哎，你不，这就阿姆丹在买着外面的现在也起红果，各国人移民的现在修改的那部，没有那是带现在就走好么买着，我阿姆山那阿姆丹在没有多多一起有啊。阿姆丹在那部就诶，政府会将的前面性的开放，一些阿三山阿姆丹在，要现在就做清主流化，我就是阿姆丹在做，哎，那么买着，哎，做完这车了之后，阿姆丹在那，那该不阿姆丹在固定么买着。 会有兴趣吗？会吧，比较特别吧，我觉得。平常有常在用你的阿美族民族吗？不会，部落才有。原住民族语跟其他的语言就是等于是同样的一个地位嘛，所以说我认为说现在再又把原住民跟客家还有闽南人就是的这个语言都拉进来，可以作为就是护照上面的这样子的一个申请哦，我觉得这样其实都不错，就对于说不同族群间的这个认识，在民族上面的认识可以更。 可以更增加一些。阿丁伊伊面达达内沃州，帮侬说，阿姆丹在巴什维亚现在红国去做伊阿姆丹在伊个达内沃。我拉阿姆丹在伊个达摩诺对手说，阿米哈阿姆丹在做，伊当个达来要求现在，伊说红国呢现在从来没说过伊阿姆丹在红国说，伊尼沃阿姆达伊个背后个伊达达达内沃阿姆达不是内尼，阿丁外交部是伊个达内沃。 我是你们在现在航空公司和我们在在乌兹别克维地合作，安德不是那红国事。红军的移民在现在系统的设计中，他们在在带入哈。阿丁系外交部，一些他们带来三三的带法呢。我的是阿他们在在要求，那么就是他们在右边的那现在红国去走的，等那步骤，用在现在就红国的现在护照，等那是他们在在阿什么样的现在红国的魔术和红国的亚旗红国。